久了哈，大家是不是差点忘记一一这个强势的存在呢？来自我们的中部热舞，等一下，主持人搞错方向了哈，等一下还是我们的110才对啦，等一下才是我们的110。那110这一间学校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去看他们的 IG 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小巧思的东西，就是呢。#画面点两下底线就送你一颗星，你去看他每一篇文都这样写，太可爱了。这一间学校是来自哪间学校呢？是我们的中部热舞110 Liberty。呜，画面点两下就送你一颗星。很突然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文化。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易阳。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冠霖。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 Kini。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玉华。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云轩。大
大家好，我是中部热舞的布布。布布 ，OK， 好想问一下那个 hashtag 是谁想的？哇，真的假的？100分，好，太多了。好，没有，我觉得那个画面，而且我有全部看完，每一篇都有吧？几乎每一篇都有。你有点一下吗？我有点100下，应该啦，应该。想怎样？我都点100下，还想怎样？你就挂 IG 嘛。好了，没有了。那有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之后寻到你的身影吗？下一场你们会出席在哪里呢？7月26礼拜日有一场左中主办的舞展，在海流馆。海流馆7月26是不是 ？OK， 大家一定要记得，那时候一定要大力的圈起来，好不好？去追寻我们，追寻我们。画面点一下就送你一颗哦，画面点两下就送你一颗新的中部热舞 Liberty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的 Liberty。好，谢谢。100分 ，OK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团体呢，我跟你讲，我最期待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呢。